天带大家到工厂来看看我们新款的 A7 太空舱，长11.5米，宽3.3米，高3.2米，整体是38平，它是热镀锌钢结构和氟碳烤漆工艺，非常坚固耐用，整体都是用铝板打造的，防腐又防锈，能抗8级地震，防13级台风。入户门采用的是防水智能门锁，指纹、密码、钥匙、刷卡以及远程都可以进入。门体采用的是锌合金定制门，防火又防盗。进屋就是全屋智能控制面板，全屋的灯光、空调以及各种电器设备都在这里进行一键控制。这边还预留了换鞋凳和挂衣服的地方，非常方便。这边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洗手池和电磁炉都已经安装好了，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进行私人定制。这边是一个270度的大观景落地窗，视线非常好，而且还预留了一个可以外开通风的窗户，断桥铝材质的，非常结实耐用。玻璃采用的是双层中空蝼蚁玻璃，保温隔热，而且隔音的效果非常好。这里摆上沙发就可以作为会客厅来使用，而且中央空调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这里是干湿分离卫生间，洗手台、智能马桶和淋浴一应俱全，而且淋浴房里还带通风和热暖。太空舱的墙体是加厚的，中间填充的是聚氨酯高性能保温材料，保温隔热的效果非常赞。这里就是主卧了，非常的宽敞明亮。这边是智能控制面板，全屋的中央空调、新风系统、电器窗帘等等都在这里进行一键控制。这边是一个1.8米×2米的双人大床，270度的大观景落地窗，视线非常好。头顶还有一个光感玻璃天窗，晚上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星星、看月亮。太空舱里还可以加装地暖，用到零下30度都完全没有问题。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宽敞的露天阳台，坐在阳台上看看风景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